干干的，准备搭搭。 好吃，有咖啡哇秀啊，配咖啡非常很好，健康又营养。好了，我就分享到这里了，拜。开始切我的龟了啊，已经冷了，我就包这个，不然凉掉啊。 很好吃，对了对了，不错，香香的味道。这个龟呢，很健康 ，OK， 里面的材料是。 三个面粉 ，OK， 三个面粉，一个是 W 加玉木薯粉 W 加 flour OK， 另外一个是甲汞 ，OK， 玉米粉，黄色的玉米粉，不是白色的啊，那个专门做蛋糕那个玉米粉哈、哦、，corn flour OK， 另外一个呢，第三个就是那个全麦。 全麦面粉不是白面粉哟，啊，全麦啊，这个是我第一次做这样这样高一点，因为健康嘛哈，健康有时候，哎呀，下午啊可以喝下午茶呀，啊可以拿一块来吃，点一咖啡，哇，真的好味，好好吃啊，又配咖啡，呦呦呦啊，喵咪喵咪哦 ，OK 啦。 我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我拍的 video 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第一次做这样的糕点，就是说制作啊、用健康的材料来给大家分享啊。好了，就是这样的，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啦。 蛮好吃的，吃了不会粘牙齿。如果你全部用那个面粉的话，哈，你用面粉做出来，好像那个花桂哈，你知道吗？啊，花桂就会咬啊，吃起来就会粘牙了。那种口感我不是说很满意啊，因为有时老人家说，哎呦，那嚼了黏黏脆脆啊，啊，所以我就用制作用这个木薯粉哈。 或全麦面粉加甲汞润啊，然后其他那个伊利伊利那个花，甚至也挺好吃的嘞，也是蛮营养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昂座啦、枸杞，你都可以放自己创造的啦。好啦，现在就分享到这里啦。OK， thank you for watching， bye。 嗨，大家下午好。我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说我自己制作的，但是我还没有试过做玉米粉。 掺那个木薯粉混在一起做起来的糕点是什么？所以呢，我就是现在就开始做测试了。OK， 玉米粉就是黄色的那种，不是那种corn starch 那种，这个是人家做蛋糕啦、糕点那种玉米粉做起来那个味道非常香的哈。然后我已经量够了，就是那个玉米那个咖啡花就是。
fabiola 就是华文叫做什么那个木薯粉啊，吓死人啊，木薯粉 OK， 木薯粉 OK，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了。OK， 这个上次我已经测量过的，这个就是150的 fabiola touch 木薯粉啊，已经测量过了，所以我还要。OK， 刚好200。OK， 这个上次已经测量过了，这是玉米粉 ，OK， 140，这个我还在加多一点。OK， 玉米粉230 ，OK， 这样就行了。因为我上次做的就是那个 Wga Plus 跟面粉啊，现在呢，我就不要用面粉，我就用那个玉米粉。来代替面粉，做起来的口味是什么我还不知道，所以我第一次做。OK， 这样我就现在开始啦，成不成功看我自己啦。然后这个步骤呢，然后另外一个步骤就是说，我不要加面粉，给、okay， 我加这个 wheat flour， OK， 就是全麦面粉。OK， 刚才那个200，这个就不要加那么多了， okay， 应该是加100就行了。OK， 100，总共有500 gram。啊，总共有500 gram。因为我现在做的材料是全部是健康的，我是尽量白面粉不要吃太多，虽然是好吃，但是对身体。我今天用的就是再加多100克的那个全麦面 ，OK， 全麦面我今天加多100，因为什么我不用白面粉呢？白面粉可以是行，但是我还没试过用那个全麦粉啊，是看做，因为这个是蛮健康的 ，OK， 这就行了。好了，给、okay， 我就下那个。糖了，我用黄糖了哈。好了，不讲了。好了，120，我会加这个一点，大概是50。20是行的 ，OK， 这是人家做糕点的哈，这个是给它有一点，蛋白比较软一点。好了，那么这个我早就已经测量过了，再次看多少，它味道很香的啊。OK。这样啦 ，OK， 这个就是我们泡咖啡那个黑芝麻 ，OK， 我很喜欢那个味道 ，OK， 这个是zero sugar， OK， 蛮健康的 ，OK， 然后我会加一点，给它一点香味，也不要太多，太过浓那个黑芝麻味道，有些人不喜欢哈，它有点香味就行了，大概是5克或者6克就行了。太多也不好了啊， okay， 应该是6克就行了，不要太多。OK， 水，半篮子大概，今天用的分量比较多哈，170够了。280就够了，280 ml 等于 ，OK， 半篮子大概280就可以了 ，ml，OK，、okay、开始啦，再加港粉 ，OK， corn flour， 慢慢下啦 ，OK， 慢慢下。然后这个已经那个斑斓汁啊，已经煮过的。OK， 我也不要加一下，只加这么多。
搅拌完了。大概这样就行了。OK。这是那个牛奶 ，OK， 人家泡咖啡那种牛奶 ，OK。OK， 放这个就很香又很甜哈、哦，然后就这样子搅拌它，嗯，好香哦 ，OK。然后就把糖啊糖下进去 ，OK， 然后搅拌它就行了。同样混在一起，最后我还要加那个面粉啊，就是那个全麦面。OK， 融化了。然后加少许的盐巴，嗯，这就行了。然后就加那个 olive oil， 嗯，这就行了。加那个面粉加进去，那个酵母哈，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水不够 ，OK， 很干，你还可以再加多一点。为什么我不要一次过？那么多，还有剩下的那个放的叶子是吗 ？OK， 最后再慢慢加，可以多不可以少了哈。嗯，大概这样就行了。OK， 刚才所讲的就是那个什么黑芝麻泡的。很香哦，然后就是那个已经量过那个给它酸软的蛋白粉 ，OK， 嗯，然后最后呢，我还要再加那个巴比多啊，不是那个 tapioca 包的木薯粉，不要加，然后好了就放一边 ，OK， 这个是剩下的刚才那个拌面液，就是说不要浪费 ，OK。所以呢，刚才就是那个，这已经测量过了，就是那个木薯粉，对，通通倒进去 ，OK， 放木薯粉它会比较 Q 弹，咚咚咚的那种的哈，嗯 ，OK， 是很难有点干点哈，那没关系，我还可以加一点那个水。大概适量就好，不要一下子一口气就跟它加到完哦。嗯 ，OK， 然后再搅拌，发酵，
搅到没有颗粒颗粒就行了。嗯，我们用我们OK， 我们就下那个蛋了，鸡蛋一粒。OK， 同样搅拌它。搅到它很顺滑就行了。嗯，好了，就这样啦。然后这样顺滑就行了。OK， so 我就下这个起泡了。好了，大概这样就行了。好了，就讲这个了，然后就等它膨胀两倍就行了。OK， 现在已经发酵了，有泡沫了，是吗 ？OK， 所以我们呢、现在就开始放那个 OK， 这个就是红枣啦。你要放花生可以，不过今天我没放花生，我放红枣，还有那个什么不懂什么了，给五阿哥我记得过了 ，OK， 然后那个葡萄啦 ，OK， 然后那个杏仁 ，OK， 全部搅在一起这些 ，OK，OK，、OK? OK, 现在呢，我要也是排气哈，一气过啊，排气啊，哇哦。哎，排气能顺便搅一下就行了，然后就倒进去那个，倒进去就行了 ，OK。好漂亮哦，排气哦 ，OK， 这样就行了，我可以拿去蒸了，好漂亮哦。OK， 就酱油啦。OK， 这样就行了。还多一次，我们就拿去蒸了。没有什么气泡了，扔倒之前就把那个气泡弄掉先。OK， 就这样就行了，漂亮哦。好了，我们再等再发多一次就行了。现在我们开中大火去蒸，大概是半个小时就行了。OK， 我们待会回来看这个有结果。成不成功，到时看到。OK， 时间到了，把火关掉。把火关掉了，然后我们慢慢把那个锅盖慢慢移走开。漂亮咯。粘就行了，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可以起锅了。嗯，香喷喷的，哇哦，太棒了，漂亮了，香喷喷的糕点了，嗯，很香哎，嗯 ，yummy yummy。成功了，同样这样子，一二三，咚！哈哈哈哈哈！漂亮吗？咚咚咚的。等到冷的时候，我才切给你们看。看，哇哦 ，Q 弹哦！感谢你们的收看。如果再有好的分享，我会分享给大家。谢谢你们的收看。等凉的时候，我再切。